今天来我阿舅养鹅的地方抓两只鹅，这我堂哥说要买两只鹅吃啊。那他这鹅已经过来了，他这边又养了1000多只小鹅，还有两只大鹅。这两只大鹅是以前养的，养了好久了，比较老，也没怎么吃饲料，给抓过去。鹅，去向向天歌，快快快，鹅是不是饿了啊？肯定是。饿了。那不用我就抓这个。我还有很多鹅在下面也有，就是一部分。我要抓这两只大鹅去。这么容易就被你抓到了。这个抓的比较容易啊。啊，笨呐。这两只鹅比较瘦，差不多有个6-7斤的样子。别动啊，给它躺一下。这两只鹅我就说按批发价卖了，10块钱一斤，还是比较划算的。别动啊。哎，去我阿舅的鹅棚看一下，放这里。这里有一只鹅被线缠住了，哎呀，幸好遇见我了，不然你搞不好你又死在这儿了。哎呦，好吧，乖乖，走吧。嘿，哦，这脚受伤了，这是鱼笼，估计是我阿舅放的。他老是会在自己鱼塘里面放鱼笼啊，搞点泥鳅吃下水菜呀、啊。我来搞吧，看一下有没有小鱼笼，估计也没多少。哦，一条都没有，他是不是早上踢走了？这个鹅听到你这个声音会跑出跟过来。现在鹅苗好贵啊，将近300块钱一只。这里他放鱼笼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货。搞不好他早上来的早，去走了，一条都没有嘞。有两条泥鳅。现在给我堂哥送过去。